弟几岁了？我六岁了。那弟弟几岁了？弟弟三岁。弟弟你几岁？弟弟两三岁。三岁。你刚好说到学号码。哎，我这里有弟弟小时候洗澡的照片，你们要看吗？我要看。也有你小时候的啊。我要先看我小时候的。真的。真的。好了。给我看。我等一下给你看弟弟小时候的。然后等一下要给我看。弟弟，你看妈咪。你帮姐姐搓背背。嗯，搓背背。搓背背。你帮姐姐搓背背。